上。下车了。下车。好啦，我下车了。没有了。耶的，没有了。叫什么名字？拉下来。我跟你讲啊，拉下来。这些画作全部都是你的。那你那时候，你什么时候被偷的？你也不晓得。所以你也没办法。你不知道被偷的。远警于辖内发现悬挂失窃车牌车辆，经实施拦截围捕，顺利查获一名窃嫌，在车内查获许多艺术品，应该艺术品均未落款，且窃嫌对窃取地点拒不吐实。所幸同仁在一本涂鸦本内发现涂鸦内容疑似为笔名，经以社群网站查询，果然有该笔名艺术家，经以与该艺术家共同好友联系转述，顺利寻获失主。失主表示，该物品均存放在新竹峨眉地区，并不知晓有失窃情事，所以并未报案。所幸远警主动联系，让失物失而复得。社会频道开张喽！想观看丰富系列报道，请上 YouTube 搜寻中天社会频道，看到中天社会 logo， 点进去就能开始观赏精彩影片。请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也别忘了帮我们按赞分享哦。如果您觉得还是太麻烦，赶快看这里旁边圆形的中天社会 logo 就是频道传送门，别怀疑，赶快点进去，首页就能看到五二小组系列影片，有会客室、老 Z 调查线、捐箱聊虾米、别阴阳、中不中心、白岛出任务、南部中心 BOSS 工作室，丰富内容千万别错过喽！搜寻中天社会频道，欢迎您一起来加一。